走下来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准备开始。首先是心上的罗家。直接走了，怎么今天又让重新下载一下又走了呀？很快啊，好嘞，小编姑娘啊。
停泊在日月轮回的家园，暖暖的阳光像花儿一样盛开，我的梦在你的山下醒来。怀中的琴弦哦弹奏着天籁，悄悄揭开黄柳千年的等待，轻轻的泉水把我的心儿灌溉，你的美让我的真情如海，人间最美最美是故乡，我的旧梦摘，山山水水把我的时光记载，把我的时光记载，山最爱最爱是故乡，我的旧梦摘，我用一生来眷恋你的模样，你的爱，你的模样，你的爱，折磨有你的爱。哎，我们再来一遍啊！我的酒在，挂了吧。
的河岸，你的梦有秘密的河岸。啊梨花满天开啊！欧阳好笑。不是。我给你一个惊喜。自己进来的话，能够可以的话，没有什么问题，把自己的声音先关一下，这样关一些噪音，然后会。影响到咱们的音乐呀、啊，咱们的视频啊，太棒了！晚安。小河边梨花悄悄开放，当微风吹过，满天飘香，忽然又想起离别景象，昨日恍若梦。一场，悄悄下我们约定了方向，明年我就是你的新娘，靠着你的肩膀，羞红脸庞，是谁在那轻轻唱，唱起你到来绿满窗，大姑娘窗下绣鸳鸯，鸳鸯早已成双，你不在身旁，听说梨花再开，爱就回来，想你想断肠，梨花又在开放，春来春往，无奈天各一方，我守着古老的村庄，鬓发染满白霜，梨花又在开放，春来春往，无奈天各一方，回去寂寞的沧桑，你陪我闻花香。下一个是缅桂花开，我们的三部舞曲《缅桂花开》啊，这个也是重复的多，所以这个我们就走一遍就行哈，没那么复杂这个。重新再走一下下载。好了，我来。月亮啊，Thank you.
照耀着爱心的小路上，面对你挂泪悄悄的绽放，很远方向绕出了映山红，我们跳两遍吧。一个是我们比较学的比较新一点的，相应来讲现在还不是特别熟练，因为这个舞蹈也相应比较复杂一点哈。喝口水，擦擦汗。我们先下载着。好了啊，来，映山红，映山红跳两遍啊。
我们的一个老的啊，过去学的都不行了。啊，我们下次再见。
我们的卓玛泉。卓玛泉我们讲了啊，我们分为 ABC。 A 组动作我再说一下啊， A 组动作有分快慢，这种 A 组动作的时候分有快慢啊，是不是 OK。 前面 A 组主体动作的话是一个慢八拍，四个快八拍，加上两个慢八拍。B 组动作是三个八拍，正常的拉就是慢八拍加一个十拍。C 组还是三个慢八拍加一个十拍。然后后边紧接着我们说我们分为 A2 组动作又有快有慢了，我们说四个快八拍，两个慢八拍，再加一个快八拍，跟 A 组动作不一样啊，但是都是在 A 组动作的基本上转化过来啊，差不多动作。然后后边是我们 B 组动作 C 组动作 ABCAR B 组 C 组完以后重复 C 组动作，但是重复 C 组动作跟前面 C 组动作有不同，我们叫 C2 组动作是前面我们 C 组动作是一个三个八拍加一个十拍，我们现在把那个十拍整八拍，后边那两拍不要，又加了一个八拍，等于说我们 C2 组动作是五个八拍慢动作，慢八拍的五个八拍，然后再加上一个 D 就是最后一个结束动作，基本上是一个十二拍，很简单的一个啊。我们现在我们喊着，我们先用嘴喊着，我们先不用音乐，用嘴喊着，我们慢慢的顺两遍，然后再加音乐，好吧，大家跟着感觉一下啊。因为这个我也没复习，不一定对啊，我们大家慢慢磨合。来，准备，在第二个啊的时候起动作啊，起 A 组动作，预备动作，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上左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快八拍啊，四快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。五六七，正常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转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转身成正的了，然后第五组，一二三四五，这个手往后啊，六七八，二二三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，打开，五六看七八九十，转身找到这个方向，记住动作啊，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转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转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往右再转，四二三四，往上六七八，这整个脚面都着地的啊，九。十 ABC 三组动作，抬回头 A 二组动作啊，九十四个快拉拍，一二三四
七八，两个慢慢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数下来，一个快八拍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A 二组动作，下面接 B 组动作，原唱啊，原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希望大家先不要说话，因为你一说话，有些舞友就看不到这个视频，他就没法学，好吧？大家都配合一下。我们从同步四二组动作开始来啊。一组动作，四二也是先同样朝这边啊。五、六、七、走，一、二。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身，四、二、二啊，二、三。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这边我们讲了 C 二组动作没有九十了，本来我们 C 组动作是有个九十是吧 ？C 二组动作没有九十了，七、八，然后再有一个多一个八拍，转身往右边转是我们的左脚，八、三、一、二、五啊，这是五。二、三、四，看五六的时候，注意啊，往顺着右边转，用我们的左脚啊，左右左，左右左，转个身啊，看、啊，往右边转，左右左右右，脚啊，手很容易啊，看，我们到这儿来看，左右左右右。注意啊，就是四二啊五二五二三四五六。
个动作比较接近啊。咱们 A 组第一个动作，我们这基本上是12拍啊，看，一下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到这儿，然后往打下来，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，准备再下来，这个舞蹈就结束了。等于说是整个这么一个顺序，我们再喊着，再把顺序大家熟悉一遍，然后呢就跟着音乐多跳几遍，好吧？来，我们再来啊，我们喊着走啊，喊着走一下，大家脑子会比较清楚，因为音乐会比较快，到时候音乐也响，跟不上，我们喊着走一下啊，来，预备，五、六、七、走，一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身，一 B 组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抛出来，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，打开。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闭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身。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八转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转身，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然后是 A B C 一遍了，再从 A 开始 ，A 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四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，一、二、三。五六七八 ，B 组动作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四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，C 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，转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三、二、三。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转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四、二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
9、10、11、12，整个卓玛全的一个顺序，大家脑子有个印象了哈。我们现在跟着音乐多走几遍，找找感觉，找找哪一个是跟哪一个啊。卓玛全啊，记得从第二个开始，听着动动。
再来啊。整个顺序的大概每个 ABCD 什么我们都讲了，大概哪个挨着哪个，脑子里找点印象啊。出汗了吧，喝口水擦擦汗。再来啊。
以后真的是有时候脑子分点神就不行，尤其是这种新的舞蹈。老师辛苦。哎，大家都辛苦，没事。哎，现在我们等于说是朱马玄整个跳学教了几遍，然后整个跟着音乐跳几遍，大家感觉我还有哪一点点哪个动作或者哪个转身我特别迷糊？我们现在大家可以把声音都打开了，看啊，把声音打开，你可以有什么哪一点我不明白的话，你可以问，或者不知道的。我都知道了，就问这个点还特别迷，转不过来。哎，好，不知道，跟着你跳都明白，你不跟着你跳就闹迷糊。妈，听不了气。没声音了，我听不见老师的了。啊，听不见老师的了。啊，哎哎，我们听不到。大家，我们哪有？听不见，听不见，是网络有问题，断断续续。那我把。听见吗？现在听见啊。 OK， 我可能还是有点噪音呢、啊、太多呀什么的。我说意思就是说我们大家不要着急，不要怕，因为我们每个新的舞蹈都是有一个逐渐磨合的一个过程。就像原来我的九寨什么的哈，就是大家也是都特别不熟，现在是不是我觉得应该会有一个熟悉的过程，差不多了是吧哈。这个卓玛泉也一样，包括映山红，我们每一个学来说，对我们来讲相应比较新的，我们都会在后边的这个每一次的广场舞课里头，我们都会逐渐多复习几遍啊。我们会着重复习它，把前面的一带而过作为一个复习，不要狗熊掰棒子丢了就行了。那么说新的舞蹈我们会多复习，就像卓玛泉我们下一次要教新的，但是卓玛泉我们会作为重点复习的一个对象。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，我们每次都会跳，都会带着大家一起来跳来练，所以说都有这一个复习熟练的一个过程，所以说不着急。另外就是再说一下，我们下一周是吧哈，说教那个书简舞的嘛，所以大家把折扇准备好。如果有可能太极扇是最合适，因为它会有，我们在舞蹈里头，在我们视频就可以看它有个唰，有那个那么个声响哈。但是你没有太极扇没有关系，有一把折扇就行，有一把折扇我们先学着，等到有机会了，因为现在我们蒙特也有卖太极扇的哈，只是不过现在疫情期间可能有的商店不开，或者有些不方便出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就拿折扇，只要有一个折叠扇，我想呢每个女士都可能应该有一个折叠扇是吧哈。有折扇，拿个折扇，我们先把这个动作学一下，相应来讲可能会稍微难学一点，因为这个手里有家伙事儿，手里拿着东西跟不拿东西那个是不一样的，所以说我们就把它，但是不怕，我们就是蚂蚁啃骨头吧。我们又没有要求什么时间要学完，我们又没有要求我们必须学到什么程度，对吧哈？大家就作为一种熟悉另外一种道理，将来我们可能还会学一些别的折扇的东西，或者手上有家伙事的东西哈。那么作为我们第一个拿的折扇，拿的一个太极扇折扇，我们先学这么一个书简舞，我在群里头已经发了，大家熟悉一下，然后看一看。我们下一周一开始学书简舞，大家把折扇，你跳练跳舞的时候，广场舞的时候，你把折扇放在一边，我们先复习别的，包括卓玛泉，我们会多复习两三遍，然后我们再开始学书简舞，用扇子，用折扇来跳，好吧？那行，那我们今天的广场舞就到这里。谢谢各位，谢谢大家辛苦，好嘞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老师辛苦了，谢谢老师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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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保重身体啊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的，任何时间身体健康都是第一位的，好吧？反正现在又封城了，等于是不能串门了。对对对，特别注意。哎，我们现在身体线上，将来有机会，疫情结束了，我们可以聚到一堆跳，找个机会我们可以聚到一堆面对面的，大家一起跳，那个情况。对对，那就不一样，对，下个月吧，好吧，争取争取，谢谢，拜拜，希望都保重身体啊，好嘞，保重，哎，拜拜，拜，谢谢，拜拜。